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吃饺子啊。吃饺子。哎呀，我再吃饺子来。这家伙是又想吃独食啊。不行，我得滋滋他的臭毛病。哎，老公，你别着急，吃饺子啊，你得弄点蘸料，去弄点蘸料去。什么蘸料？两勺生抽，三勺陈醋，四勺辣椒油，再拍五瓣蒜，放里边去。记住没有？啊，记住。快去。当你总想着吃独食，今天一个也不给你留。再弄点儿，老公，不够吃，跟刚才一样。忘了啊？没忘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姐妹们，我吃的这个是脆爽黄瓜皮，它选用的都是嫩黄瓜做的，吃起来的口感呢是脆脆的，微辣还不咸。平时呢，咱可以搭配着粥啊、米饭呐、饺子、面条或者各种肉类，开胃下饭解腻。链接呢，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，漏一单尝一尝吧。媳妇儿，蘸料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都知道你会这样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老公，今天你选。将让我选，我都不给你机会。咋的？今天不选了？不选了。哎，你搁哪来这么多鸡蛋呢？自己煮的呀。那个小鸭，等会有你哭的时候。Thank you.
觉得一定还好喝呢，怎么会喝锅？好喝是吧？好喝。趁着活动我又给你囤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、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、晚餐，简简单单用来做代餐。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玉米羹来活动了，现在下单49.9米，拍一发四，收到货呢两个罐装，每罐呢是620克，宅送两个袋装，每袋呢是500克，再送一套杯勺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链接呢我就挂到视频下方了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赶紧去漏一单吧。哎，吃饱了，媳妇你吃吧。你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哎，看好了，别吓到你啊。啥情况？扫地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算了，今天就不正老公了，给他吃顿好的吧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老公，今天呢，我就吃点面条，然后这个给你吃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好吃的啊，你快点吃吧。哎，我吃面条，好吃给你吃。好吃给你吃。我都看见了，李明扣了个空盘子，还想套路我，没本儿。待会儿你就吃你的空盘子去吧。觉得一定太好喝了，怎么喝也喝不够。好喝是吧？好喝。趁着活动又给你囤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、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、晚餐，简简单单用来做代餐。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玉米羹来活动了，现在下单49.9米，拍一发四，收到货呢是两个罐装，每罐呢是620克，再送两个袋装，每袋呢是500克，再送一套杯勺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赶紧去囤点吧。完犊子了，又上当了。哎呦我的妈。
又想套路我。既然被你看到了，那我就换个地方吧。再来个头羊换猪，给你个惊喜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老公，面条和水果，选一个，吃哪个？那骨头就想骗我哈，说这里有肉是不是？不上你那儿，我给你吃，我吃面条。那骨头想骗我。再次确定一下，鸡腿还在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媳妇，手握着太好吃了，好吃是吧？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明良家的手剥笋，他家的手剥笋呢是来自福建的竹笋之乡，吃起来呢清爽解腻，鲜嫩多汁，有三个口味，能吃辣的派泡椒和香辣，不能吃辣的呢就派老味道。链接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，搂一单尝一尝吧。哇哦，不错呀。我要吃我大鸡腿了。这啥呀，我大鸡腿呢？哎呦我的妈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媳妇吃饭了，快点，一会儿凉了。来了来哎，老公，我新买的小菜都没拿来呢，在厨房，去拿来去。你拿去
媳妇儿，这一冰太好喝了，怎么可以喝不够？好喝是吧？好喝。趁着活动我又给你囤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零糖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晚餐，简简单单用来做代餐。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玉米羹来活动了，现在下单49.9米，拍一发四，收到货呢是两个罐装，每罐呢是620克，再送两个袋装，每袋呢是500克，再送一套杯勺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赶紧去囤点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道拱又像吃独食。今天可得藏严实点，留着自己吃。今儿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小辣粉啊。给我倒点水，呛。喝什么水呀、啊？快点去吧，呛了，喝点水，快点。还想藏起来自己吃？你就等着吃骨头吧。小翁，再拿点小菜，小菜没了，你去吧，拿点去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老公，这个全家水太好吃了。嗯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裙带师，它有酸甜、香辣、蟹香三个口味，吃起来呢脆脆的，可以把它当成个下饭菜。早餐呢配点粥啊、馒头、米饭、面条，搭配点这个裙带师，可下饭了。不爱做饭的时候就来上这么一袋，特别的方便。链接呢我就挂到视频下方了，喜欢吃的姐妹们捞一单尝一尝吧。老公，嗯，快点吃啊，我等着刷碗呢。哎，你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刷，一会儿刷我刷，休息。那行，那你刷啊。这你别吓，我让你走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
李辉，你给我等着。道公这次又要吃独食呀？嗯，你喝晕了？你咋不喝呢？这会儿就让媳妇儿哭。你不爱吃饺子吗？吃你饺子。赶紧趁机换一下。逗一下老公。赶紧喝。我不喝。你喝。我不喝。看来老公是想先了。姐妹们，这个鸡爪子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它都是去骨留筋，保留了脆骨，个儿大肥美，吃起来 Q 弹筋道，有嚼劲儿，有微辣、中辣和重辣。49.9给大家发2斤，二斤呢是这一大桶的量，给大家打出来看看啊。哎呀，这件是2斤。喜欢吃的姐妹们，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下单吧。哎呦我的妈！看你要敢不敢，走！不被我看到了，还是不放挂历了，换个地方。老公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直接下手。哎呀，我吃地瓜。来给你。面是我特意做给你的，我不吃，我吃地瓜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不吃，不吃我吃。机会也给过他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吃顿好的，先吃点零食垫垫肚子。你别都给我吃没了呀，小心心。
老公，这鸭蛋蛋可真好吃。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回味一梦家的鹌鹑蛋，它有五香和盐焗两个口味，咸淡适中， QQ 弹弹，特别入味，还不用剥壳，一口一个，特别的过瘾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喜欢吃的姐妹们都一单尝一尝吧。吃饱了先吃点水果。嗯，去哪儿了？嗯，这不是在你那呢，我看你到锅里了。谁说放那里面了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媳妇儿吃饭了，快点，一会儿凉了。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吃金饼啊！今天吃金饼。嗯，老公，这俩还剩两个馒头呢，要不然我吃剩馒头吧。哎，这馒头剩的怎么让你吃呢？你吃金饼，然后我特意做金饼来，吃金饼。啊，剩那玩意儿让我吃啊！来，多吃点金饼。奇怪，老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关心人了？孩子觉得不对劲。老公，嗯，家里还有没有辣瓣蒜了？我想吃辣瓣蒜。有，你给我拿点呗。好。这家伙个人藏肉了。让你吃独食，今天把你的扣肉都吃光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榆林镇的金饼啊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它的配料里面呢，只有小麦粉、大豆油、食用盐和饮用水。这一大袋里面有四包，一包呢有20张饼。回家水开，带着包装袋上锅蒸10分钟，蒸好了之后就可以像我们一样包菜吃，包什么菜都好吃 ，Q 弹又筋道。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，搂一单尝一尝吧。
等会儿啊，我吃饱了，一边你收拾了啊。好。终于找了我的烤肉了，弄呢？哎呦我的妈！